很强，它有90枚的核子武器。而伊朗呢，伊朗知道它不是以色列的对手，所以它有另外一套战略叫做不对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杀级的无人机。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成为伊朗可以对外输出武器的一种特殊方式。当然发展核子武器是伊朗从此的重大方向的可能性。17号是伊朗的建军节，按惯例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但今年不在德黑兰地标的阿扎迪广场，而是在郊区的一处军事基地里进行。以色列反报复行动的风声鹤唳，让伊朗不得不考量安全因素，远离市区，改在军营里的阅兵更能时刻应战。伊朗拥有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武装部队，包括最精锐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有58万名现役军人和约20万训练有素的预备役。但庞大的部队规模只是伊朗军事实力的一部分。近年来的阅兵式上，伊朗毫不吝啬地展示各类导弹与无人机，这都是此次对以色列惩罚性打击的利器。A fiery display of Iran's aerial might choreographed for maximum effect, resulting in minimal damage. More than 300 projectiles were launched. This is the fuel tank from an Iranian MAD ballistic missile. The fuel tank is 11 meters alone, but before it was intercepted, there would have been an engine down the end, a meter or two long, and then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missile,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warhead.About the size of a small car, packed with half a tons of explosives. 这是一枚遭以军拦截、落入死海后打捞起来的伊朗中程导弹伊玛尼，被认为是这次袭击以色列的主力之一。1,600 feet deep under an Iranian mountainside, a hidden arsenal.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soldiers at attention, and dozens of missiles on their launch vehicles.伊朗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导弹帝库，德黑兰高层深知要与美国军事对抗必须在不对称作战上下功夫，藏于地底的导弹威慑能力是其中之一。美国军方稍早的情报披露，伊朗保有约3000枚导弹，但实际数量可能高出许多。而自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就投入更有距离的导弹研制，并发展出多款中程导弹型号。外界并不清楚这次袭击以色列打了多少个型号的导弹，但在袭击之前，伊朗官方媒体就公布了9款射程从1400到2500公里不等的中程导弹，也透露了伊朗导弹研发的进化史。这其中包括从飞毛腿与劳动导弹发动机发展而来，在2002年试射成功的首款中程导弹流星三，卡德尔则是流星三的改良版，而伊玛德是以卡德尔为基础改进的末端制导。最大射程达2500公里的尼什，则是伊朗的首款固体燃料导弹。用两伊战争期间英雄之城所命名的霍拉姆沙赫尔导弹，有明显的抵抗侵略和扭转局势的含义。这款导弹更换了推进器，少了尾翼，比过去的导弹要小，减少雷达拦截面，被视为伊朗导弹迈向第三代的研发突破。而有堡垒破坏者称号、反恐战争期间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战功彪炳的哈比尔蛇坎导弹，具有很高的末端机动性。2020年公布的哈吉卡西姆，则是为了纪念遭美国暗杀的卡西姆苏莱曼尼。帕维则是一款射程1650公里的巡航导弹，而去年才发表的高超音速导弹法塔赫，已投入这次袭击以色列的实战之中。号称最大飞行速度有15马赫，载入大气层后能以7到8马赫变回飞行，最大程度的躲避拦截，命中目标。法塔赫也是这次袭击中唯一一款突破以色列防空网的导弹，至少有5至7枚法塔赫落入以色列北部内瓦蒂姆空军基地造成损害，而这个基地才是伊朗真正的目标。尽管这被认为是一场矛与盾的对决，但如果伊朗没有在行动前提出预警，让以色列与英美法等多国联军豪整一下，部署并启动代号铁盾的拦截行动，恐怕伤亡会相当惨重。也不同于哈马斯去年10月7号所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以上千枚火箭弹的饱和攻击瘫痪以色列的反导系统，这次伊朗袭击的发射体并没有那么多。也正如美国广播公司评论所形容，伊朗这次是达到最大效果、造成最小损害的声光秀。但真实承诺行动确实展现出伊朗以无人机与导弹混打的战术实力。First came over 170 drones and 30 cruise missiles, all shot down before reaching Israel.
with help from U.S. aircraft in Jordan and Saudi Arabia that took out nearly 80 drones. Then came 120 ballistic missiles, around half failed to launch or crashed in flight. Only five pierced through Israel's powerful air defense system, causing minor damage to a military base. 伊朗以无人机佯攻，先扰乱以军防空系统，导弹才是真正的主力。以军与盟国的防空网停下来，但宣称有99%的拦截率，显然是言过其实。本次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是分层次、分阶段、有针对性的袭击。首先呢，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的见证者136无人机。该攻击型无人机以造价低廉、破坏力大、作战高效著称。这些无人机呢，是为了破坏以色列的防御系统，为接下来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型号的无人机突破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屏障做准备。见证者136是伊朗军援俄罗斯的无人机主力，在俄乌战场上已展现出实力。这次虽然只当配角，但如果是饱和式的打击，以军的防空网肯定会再摊一回。事实上，伊朗无人机的研制掌握在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尼所统领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军手中，这也是伊朗不对称作战的主要一环。尽管长期遭经济制裁与贸易管制，但伊朗已走私通讯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打造自己的无人机部队。最著名的是在2011年，缴获一架美军 RQ-170 逆中无人侦察机后，以逆向工程进行研发，随后发表一款外形与 RQ-170 一模一样的雷电隐形无人机。تمام فناوری‌های مربوط به توسعه این پهپادها در درون مرکز تحقیقات و سازمان جهاد خودکفایی نیروی هوافضای سپاه ما صورت گرفته. تمام گلوگاه‌های تکنولوژی که توسعه این پهپادها کاملاً 之后，伊朗还陆续公布多款适用不同战场需求的无人机。2019年的莫斯科航展上，伊朗民航工业组织更有个摊位，为伊朗研发的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寻找外销市场的买家。This is a bomb. Total weight is 35 kilo. It can be installed on UAVs. Mostly we manufacture it for our UAVs to release it from our UAVs. You know, over there we have the UAVs that can release this bomb.2020年十月，联合国终止武器禁运后，伊朗能采购更多更先进的零部件。无人机发展是高歌猛进，时至今日，从一次性的自杀式无人机到侦察机、察打一体无人机，已形成系统化发展，更交付给中东盟友发动代理人战争。Iran has supplied drone technology to Hezbollah in Lebanon, to Shia militias in Iraq, and to the Houthi rebels in Yemen.这次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所谓对抗轴心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也都以伊朗提供的武器全数响应。此外，伊朗相对薄弱的海空军也全靠无人机战术来弥补。军方曾公开一段在波斯湾以无人机对美军航母的敌机侦察，航拍甲板上的战机一览无遗。伊朗更有个师级的无人机部队，除了装备用于侦察、战斗等各式无人机外，作战无人机还首次从国产潜艇上起飞，搭配一支快艇舰队，伊朗足以骚扰并封锁占全球油气供应五分之一的霍姆兹海峡通道。而面对与美国悬殊的军力，无人机和导弹已成了伊朗不对称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